小鹰学飞。一天，鹰妈妈对两只小鹰说：“你们长大了，要学会在高空中飞翔，才能独立生存。鹰妈妈带着他们来到悬崖边，两只小鹰往山崖下望了望，有些惊慌。鹰妈妈说：“勇敢一点，按照妈妈说的去做，你们一定可以飞起来。”这时。”小黑鹰走到山崖边，它努力拍打着翅膀，从山崖边跳了下去。它越飞越低，快要撞到地上。这时，它使劲拍了拍翅膀，重新飞了起来，而且越飞越高，越飞越稳。轮到小灰鹰了，它拍着翅膀跳了下去，因为害怕，它不敢睁开眼睛。它越飞越吃力。身体不断往下坠，它没有努力扇动翅膀，后来摔在了地上。小黑鹰很勇敢，它很快就学会了飞翔，每次总能捕获很多食物。小灰鹰怕痛，不想再学飞翔，只在低处寻找食物，有时整天都一无所获。One Cat Chinese